老板，哎，歇会儿吧，喝口水。没事，我马上就装好了。这两个架子可以放不少东西。是啊，以后你就把你那些证书啊、奖状啊全都放上来。我知道，您不喜欢张扬，不过还是应该把您作为队长的这种威严树立起来，那些队员以后才会有前进的方向嘛。谢谢，罗本。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，这一点您就别跟我争了。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点我最清楚。我想跟你聊聊，罗本。当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很欣慰，因为你是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人。是啊，幸好没有让队长您失望。 其实，一直以来，我都不敢去回忆那场地震，因为有太多回忆，对我来说都很痛苦。不过您知道吗？我一直都会做同一个梦，在梦中，有一双手抱着我，把我从废墟当中救了出来。这双手特别温暖，特别的有力量。 现在，我终于找到了这双手，它就是您，队长。罗本，那不是我，那是你的父母亲。地震发生的时候，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你，而我根本不是一个什么英雄。 也不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个样子。队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静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！救救我们孩子！救命！先救孩子！救救孩子！ 所以，你先救的是展颜的妈妈，不是我。是。你因为救她，导致了二次坍塌，所以我的父母才……是。不对，报纸上说的很清楚，您先救的人是我。 展颜的妈妈和我的父母都是死于地震。那个报道就是个误会。二次坍塌发生的时候，你的父母亲拼尽全力把你托举出来。我把你抱起来的时候，正好被记者拍了下来。所以你不仅没有救我，还间接害死了我的父母。罗本。 这么些年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就是想当面跟你说出真相。那我上次来找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如果是其他人，我马上就会告诉他，偏偏是你。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，但我必须考虑小妍，我不想影响你们，我说不出口。那你为什么现在要说出来？ 我也想一直瞒下去，维持现状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可小妍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，是小妍说服了我，要我来向你承认这一切。原来她早就知道了。
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还想着给他一个惊喜，我以为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，我真是太傻了。你不要怪小燕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这么些年，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公益救援上，希望帮助更多的人来减轻我内心的负罪感。减轻负罪感？你想想我的父母，他们原本是有机会得救的，你哪怕是什么都不做，你等救援人员来，他们说不定都能活下去。睡醒了，我们就都出去了。都出去了，都出去了。